女星上沈从文床影写真，香港靓模出写真，兴健康嘅性感。内地性感女星阿朵就话要有翻个文艺朵。吓，乜佢以为去文学大师沈从文故居影写真就系文艺？仲要爬上人哋张床？唔好以为拎住毛笔就会多啲墨水啊！网民都睇唔过眼，炮轰大闹佢涉足文学。来自湖南的阿朵就说，其实是想突出湘西姑娘返璞归真的复古味，来个文化 fashion crossover， 但其实会不会太 over？